快要到来，带给大家这么喜庆的一个活动，提前感受这个过年的一个气氛。好，那刚刚呢，也像是我们的一个长官这边有提到说，大家可以提前，就在我们今天呢置办好这个年货方面，如果有对选礼啊、送礼啊有任何的一个困扰，赶快今天摊商看一看、选一选、挑一挑、买一买。好，尤其今天呢，除了让大家逛摊贩之外，我们还有非常重要是做公益，以及让大家摸大礼的一个活动一个形式，满满的一个意义。除了呢，展现了我们下营区发展的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快速，以及呢来自各方单位大家的一个用心，所以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其中。也就像我们刚刚理事长提到的，希望每一年我们都可以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而且一年要比一年更加的好，更加的一个庞大，那就是需要大家的一个参与哦。好，我们今年的这个摸彩的活动啊，有看到说有非常多我们台南的市议员大家呢加码赞助，那无论呢是赞助脚踏车的一个部分啊、食品的部分，还是我们这个非常实用的这个棉被的部分，所有人的一个加码，所有人的一个赞助，更期待明天我们精彩的摸彩表演。刚刚提到说明天的一个活动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的一个8点到才正式开始摸彩，一路呢将我们的大奖通通都摸出来，所以连续两天都非常的精彩，也都非常丰富的一个表演，大家要赶快喝汤来倒时候，要赶快告诉你的街坊邻居，告诉你的兄弟姐妹，叫大家来到我们今年这一次2022年的欢喜一下迎向新希望，来共同的参与我们的商圈，带给大家满满的一个惊喜，以及满满的一个活动表演。好，那今天呢带来表演的一个单位也非常的多，而像是在我们开幕的时候，是我们的夏营国中醒狮团，我带给大家醍醐灌顶、精神抖擞我们的醒狮表演。好，那刚刚呢是我们的中营国小电音三 K 子迎新春的一个活动，非常的可爱哦。好，那我们刚刚中营国小电音三太子呢，他们的这个服装上还有他们的设备上都非常非常的用心哦，再次感谢他们。啊，今天一中午有九台表演的，咱的种大朋友小朋友咱今天一都没有关这个消费券，刚摸彩券，那拿到消费券的这些小朋友大朋友现场就到我们的所有的摊位去买你想要买的东西。买你想要买的东西，把你想要的、想要吃的东西就把它买回去，当场可以消费哈。这个消费券，消费券不要带回去了。大家到明天为止，到明天晚上8点，它就失去效用了，它就失去效用了。所以点着，看你要吃啥，你得当家去买哈。会记的。老摸彩券，摸彩券摸彩券在伫咱的头前舞台头前甲落来。明天晚上我们6点开始摸彩，明天晚上我们6点开始摸彩，现场我们会喊三声，喊三声，三声，老婆出声，我们就速同会去，我们就速同会去，来，咱感谢着咱的一种咱陈廷辉咱的一种咱的一种主任来到现场，鼓掌啊，谢谢，来，来掌声。来看你说，那东西那个发展文化观光促进会，那时候我也看不到非常用心还有为我们这个前来表演的所有的团队所有呢给予我们精彩演出的每一个人员，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消费券以及摸彩券。那大家刚刚有听到这个摸彩的时间吗？要记住一定要记得6点的时候要准时的来到我们的现场，来聆听一下自己是否有幸运的一个中奖
好，那刚好提到说呢，今天还没有介绍到我自己的一个名字哦，那我是今天的主持，那我的名字呢也是目前